由英国龙头发展商 Barclay 旗下圣 George 开发，坐落伦敦北部的大型新发展项目 Silkstream 集升值潜力，交通便利，名校望于一身。Silkstream 位于伦敦 Barnet 区，紧邻两个总耗资70亿英镑的重建区 Brent Cross 和 Colindale， 预计未来五年楼价增长达 24.4%， 冠绝伦敦。而租金升幅预计未来五年会达到 17.7%， 升值潜力惊人。项目附近更有超过30间荣获 Ofsted 评定为 Outstanding 和 Good 的中小学，优质学府齐备。项目占地9英亩，邻近伦敦大型购物中心 Brent Cross， 8分钟车程内即可到达伦敦最新亚洲美食中心 Bang Bang Oriental Food Hall。 Thames Link 铁路和 Northern Line 地铁两条铁路动脉贯穿其中，直达伦敦各区。 Silkstream 亦被16个大型公园环绕，是伦敦绿化率最高的地区。经 Thames Link 铁路 Hendon Railway Station 到市中心 King's Cross 车站仅19分钟，25分钟即可由 Northern Line 的 Hendon Central 站到达知名购物区 Oxford Circus 站，以及揸车最快34分钟即可到达伦敦最大机场 Heathrow Airport， 交通便捷。Silkstream 内有占地43,000尺的英国大型连锁超市 Sainsbury's 旗舰店进驻，周边拥有超过400间食肆和 cafe， 超过2000间商铺，以及英国最大华人超级市场荣业行，生活配套相当完善。Silkstream 提供开放式及一至三房单位，配有24小时礼宾服务、健身室、戏院和共享工作空间，并享有安静舒适的私家花园。南面坐拥超过100公顷的绿色开放空间可供探索，步行即可抵达当地著名大型水库 Brent Reservoir， 可进行多种水上运动。项目预计2024年第四季度落成，售价由432,000英镑起，拥有999年业权。Silkstream 将伦敦闹市和大自然完美融合，区内名校林立，生活配套一应俱全，交通四通八达，满足对舒适和便捷的双重要求。项目升值潜力巨大，无论在伦敦居住定是投资， Silkstream 都是难得的理想之选。